听大会，各位亲爱的朋友，台湾呢，这个每四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不离婚的里面呢，每六对就有一对为了生孩子而受苦，也就是不孕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告诉你如何可以求子，那当然也告诉你这个求子之路的一个辛苦过程啊，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今天的来宾有 1, 2, 3。杨洁梅资深艺人，为求得子不惜辛劳，打针做人工试管婴儿，试了5次仍在努力中。黄丽莎作家，为求得子跑遍全台各地求神问佛，中西偏方样样都是。许胜梅娱乐线记者，对于演艺圈的影剧八卦无所不知。陈俊凯妇产科医师，主治不孕症，对于不孕的疑难杂症了若指掌。吴明珠中医师，擅长不孕或求男求女的中医调养，是政商界名人的最佳守护者。红色白色的牡丹花开满树，恩爱夫妻纷纷来此，祈求鼠年顺利生个小宝宝。姓名地址出生年月日，然后那个再讲一次，然后结婚几年，这样子。千神求神明保佑，终于得到醒归，开心拿到象征生子的白牡丹，娇艳的红牡丹则代表生个漂亮女儿。看第一眼看到喜欢哪一朵，就是就可以直接选，就是看夫妻的个人喜欢。对，不是那越高是不一定是越高越好的。每年春节嘉义埔子的配天宫都有一棵求子的牡丹树，据传相当灵验，也因此正殿里香火鼎盛，大家都希望赶在农历三月前怀孕，生个金钱鼠宝宝。今天来求是以白花来说比较多。对，生男生女都好，配天宫传承百年的牡丹求子究竟灵不灵验？其实心诚则灵。哎，杨洁梅，你有去拜不？我有拜，我现在才知道白的是男生，红的是女生。你拜下来啦？我朋友就说这家有去，你有去吗？这家没去，我朋友就说他有一家很灵，我要请他们生了，然后他去拜也生了，所以就带我去。然后我觉得他没有问好，你知道，去以后呢就叫我去求花，那我说花在那，我们要求什么颜色？红的好了。他也不知道白的代表什么，红的代表什么。然后我说那应该怎么就跑去问那个庙里的，然后就问就照着这样求回去了。可我求回去以后我也没生啊，然后我现在那个花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把它还回去还是要继续放在我家，我也不懂。你求回来多久？很久了啊。真的啊？我求回来以后我又做了。那家庙是在嘉义吗？不是，没有，台北。台北的哦。嘉义的要去试试看呢，听说这家很厉害呢。我去上次有一个不是庙，它是那种中类似中药的，然后在新竹好像，还特别从台北开车下去，然后它就有一些配方，可它那个吞的呢要配米酒。而且我就觉得为什么药要用米酒来配？所以我好像也吃了他，比方说一个月，我可能只吃了一个礼拜，我就放弃了。是是是，杰妹，你大概结婚多久了？13吧。然后开始要求子几年了？我其实结婚完一年，我就让他自然。然后没成了3-5年以后，我就开始先是植入。植入我试了3次。试管吗？没有，植入。植入我试了3次以后呢，发现它几率大概只有10%。太低了。然后我就决定说好，那试试管。你说的植入应该是人工受孕，对不对？对啊。OK， 讲清楚嘛，植入就是医生每次这样讲，我就直接记得讲。然后那就去做试管。那试管第一次就成了。但是呢，它指数很高，就是双胞胎的指数。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哎 ，OK， 反正我都没概念。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护士医生的脸都越来越不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讲话就开始越来越暧昧，然后我就觉得那到底怎么回事？你就告诉我个实话，他说，我们觉得指数降，可是呢还是有怀孕。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我从来没怀孕过，就没有感觉，对，我没有感觉不出来，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你再检查，检查到过年前几天就说，我们觉得。可能会没有成功，可是指数还在。可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出血。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一直到过年的前一天出血，直接就对我就去挂急诊了，因为开始一点点出血，我会害怕，我就去问了医生，他说现在是唯一的，应该是没有了，但是验尿指数还是高的，还是怀孕的指数，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所以那次是你最接近怀孕的一次。对，之后也就没有成功。之后再休息以后，那次没有成功。所以你总共试了几次？5次 ，total 5次。
所以也就是这13年来，除了结婚第一年还没有生子压力，第二年开始自然人工，然后试管，你也搞了10年了呀。对，就是因为前面没有很认真啊。自然都是这样子。我后来都劝很多朋友，如果想生，你就是很认真的去做，一开始就很认真的去做。很多人想说我还年轻的时候，对，就想说年轻，然后我们又不常在一起，然后就算日子，然后就觉得好像就这样好像很容易，结果很不容易。是是是，演艺圈好像很多人都要生孩子，对不对？很多，对，尤其我们的本台的一姐，本台的一姐，新梅姐，就是最新鲜的，前阵子才去日本。芳龄43岁，不听说陈医师43是一个关卡了，对不对？一般40岁以后。为什么？这跟那个卵子哈，因为女孩子有一定的年龄限制，过了40岁之后，卵子一般不年轻了，比较差，会老化。可是新梅姐有在运动啊。一般学理上来讲是37岁之后就要警觉了，就卵子就活动力。对对对，现在医学上的研究是这样子。OK 好，可是为什么新梅要去日本呢？刚刚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你知道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冰冰姐的问题嘛，她一直想要赶快再生个小孩，那她是到美国去，好像是法律的问题，刚刚有跟医生讨论过，因为这个取经这个过程，我们台湾好像还没有，在法律有一些限制。那到美国去的话，她做过非常多次，她比新梅更勇敢，做了大概有好像是十几次。其实这个过程哦，整个身体的耗损非常严重。